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彩虹，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新一期视频。好，今天是这个圣诞节，那彩虹在这个开始之前啊，祝大家这个圣诞节快乐。好了，这个话就不多说了啊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录像。好，第一把录像啊，这个看标题啊，是贾大爷秒全场啊，那我帮你选了，那这个主攻啊，选了这个主流主攻啊，张耀祖。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手牌很暴力啊？这个两 A 啊，一男蛮一万剑啊，再加上我们有个乱舞神技啊。那这个主攻啊，这个瞬移过拆一过拆二，那对这个貂蝉啊，那我个人认为这个乐。我会贴这个贴边问的徐胜啊，毕竟因为贴边问的徐胜啊，反贼的属性啊极大啊，反贼属性极大。那貂蝉的话，你就认为他是个忠臣好了，那我们这个裸摸啊，摸到一张南蛮，那天助我们苗场啊，然后四霸，那我们开了一个南蛮，再配合一个开大啊。那我看你们死不死啊！南蛮入侵啊！那这个主攻啊，不是主攻啊！那我们主视角玩家啊，发动了这个黄天啊，给这个主攻塞了一张闪啊，我们开个剑剑齐发啊！险些难救啊！那这个孙鲁豫啊，那个我们的孙小虎啊，完成了这个八人局的一个称号啊，守贵啊，完成了守贵。那这个徐胜看你死不死啊，闪雷锋 help me。 好，那我们还有个 A 啊，那这个 A 下来，你这个徐胜不死啊，你我们没办法，你还有逃的话我们就没办法了啊。神仙难救啊，那这个荀彧是忠啊，我们是出乎我们意外的啊。我想起来了啊，那你既然是中的话，那个万剑啊，那你就要有必要卖一下啊，这个补给主攻啊。那你有可能说装身份的话，那你也可能装一下啊。那毕竟你荀彧也有可能是反贼啊，在教主局也有可能是反贼啊。那不管啊，那你死了就死了啊，反正我们就赢了啊，那我们第一局赢了啊，我们为这个后面的两局啊搏一个好彩头啊，好，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个圣诞节的第二把录像啊。好，这个我们是个三号位的大内奸啊，哎，主攻选了这个。主流主攻啊，袁大嘴啊，那就是练手准备犯贱。那我们这个身为三号位的大反贼，那我们能选的武将啊其实很多啊，就偏中类型的武将很多啊。在我眼里，那有四个武将可以当中内奸啊，一是流氓云啊，姜维。这个借徐庶啊，包括这个小关张啊，那我们看一下主视角玩家选了谁啊？主视角玩家这个比较非主流啊，比较杀马特啊，选了一个曹小孩啊，我们这个曹小聪啊，曹大聪。那起手牌不错啊，防御牌不错啊，准备犯贱。那二号位的小关张，反贼属性很强啊，包括这个。末号位的张飞啊，喊雷公 help me， 这教主你来雷我，的话他就不一定是忠臣了啊，他是忠臣啊，他没雷主攻啊，那肯定是忠臣啊。这老太太来救我们啊！应该是个大欢迎啊，是个大反贼。正中下怀。那我只想说，这个杰斯玛的这个配音啊，好像有点
像一个小兽啊，像是个小不对啊，司马懿在三国杀里面本来就是个小兽啊。那这个小专章就要那个突突他了，呵啊，那你可以突主公啊，但别给我这个图突下来啊，啊，你突下来我们就不怕啊。你看看我们有几个装备啊，一二三四啊，我们还能保这个主公四下啊。哎，这别托管啊，托管就没意思了啊。这个中中一，那老太太认为我们是反贼啊，那其实我们不是反贼啊，我们是忠臣啊，哦不是，我们是内奸啊，我们是个大内奸。这陆逊来，谁打的诬陷啊？我不管谁打的诬陷啊，喊，那我们没必要卖啊，这该出闪出闪啊。孰重孰轻？那这丞相啊，喊，那这个丞相是新的丞相啊，可以等于十三啊，可以等于十三。小事一桩。那这个怎么说啊？卖吧啊，那毕竟我们桃子也比较多啊，我们桃子也比较多，我们有两个桃子啊，也有闪有杀啊，不怕，有我来，有我在，不怕啊。来，桃一，孰重孰轻，一称便知。来，九闪，哎，他拿了个九和杀啊，哎，有这个属性杀啊，不错不错。那我希望有人来再突一下主公啊，来，这个我们让我们翻回来啊，让我们翻回来。那我们一个九火杀，那希望最好来个铁锁啊，希望最好来个铁锁。有老身在，顺手一啊，那火攻啊应该贵了啊。那张飞现在手牌不举，来，那我说啊，你们别干主公，干主公我们翻回来我们肯定能干一番大事业的啊，我们能。那我现在能说这个老太太肯定是死的啊，喊九，这不出闪，我觉得这个闪是可以出的啊，这个闪是可以出的啊。顺手牵引无中生有，那有九有火杀，那唯独啊我们少了一样东西啊，少了一样东西，就是这个铁锁啊，只要有一个铁锁那肯定能打出成吨啊，南蛮入侵。他先打南蛮好吧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，那毕竟能把这个忠臣也收了啊，把忠臣也收了，这司马懿不来反馈我们特别好啊，这司马懿不来反馈我们其实特别好。苍天还没死，那陆逊应该跪了吧，这好吧，你有逃就有逃吧。那张飞应该跪了啊，张飞应该跪了，那还有这个小关张也跪了啊，那我们内奸开南蛮那肯定开得起的啊，那你难道忘了我们第二个技能吗？人心啊，当其他角色受到伤害时啊，记住是其他角色，那我们肯定是不行的啊，自己是不行的。若体力值为一啊，你可以方便并弃置一张装备牌，若如此做防止伤害啊，那他一血中闪电我们都不怕啊。那我们这个又是一轮啊，又是一轮，这个扫了全场啊，完成了这个横扫千军啊。那彩虹比较遗憾啊，玩三国杀 online 啊，玩到现在啊，这个横扫千军的这个称号也没完成啊，那是比较遗憾的啊，比较遗憾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把啊，那今天的这个圣诞节视频啊，应该有点短啊，应该有点短。那我们看一下主公啊，选了这个主流主公啊，曹老板。那我们身为这个五号位啊，那是跟主公正对门的一个大反贼。那我们看一下主视角玩家选谁啊？啊，主视角玩家选了这个诸葛诞啊。那传说啊，你只要死一个人，我们就能回一点体力上限啊，有上一点体力上限。若扣血了啊，我们还能回一滴血啊。公敖啊。我把这个鼠标放在这儿啊，然后你们大家不熟悉诸葛诞的啊，可以这个看一下他的技能啊，打个暂停。那南蛮这降香起手来开南蛮，像不像一个忠臣啊？像不像一个忠臣？那没人敢卖啊，没人敢卖。
这个曹操要卖一下吧，这都不卖啊，这都不卖。那放南蛮突了夏家啊，那应该是个忠臣啊，应该是个忠臣。这孙坚给这个曹老板来个莫一丢一的话，应该也是个忠臣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曹彰应该算是偏内的武将啊。哎，不对，这个介兆云其实也有偏内的嫌疑啊。那我个人为这个曹彰是内奸的嫌疑啊，比较大啊，比较大。那我们拿了一张铁锁啊。嗯，我觉得拿这张铁锁还不如拿一张伞啊。驻军一战，驻军一战，好，来过差一，顺手二，这集火曹老板啊，宁叫勿负天下人。那这个是标曹操啊，不是借曹老板啊。那我们诸葛诞其实也算是一个偏内的武将啊。那我们这个也没动啊，跳了一个模糊身份啊，跳了一个模糊身份。这个铁锁重铸了一下，装了一个刀，装了一个马，装了一个八卦阵啊，那我们就过了啊。那这个曹彰也比我们低调啊，他就谨遵陆逊了啊，发了两个装备啊。这被乐了啊，被乐了就被乐了啊。父主子随三族。那这个赵云应该要倒大霉了啊！这孙坚上家是忠臣，那他肯定会盯着下家打，盯着下家打。九雷哈，那这杀诅咒了，那我们也要来个杀啊！毕竟我们上回又跳了个模糊身份啊，那我们这轮不能跳模糊了啊！再跳模糊的话，估计有人要来打我们了啊！那我们就明身份。这个跟着介兆云的思路啊，去突孙坚啊，吾定当身先士卒。这曹彰啊，果然耐不住寂寞了啊，耐不住寂寞了，来这个打华佗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介兆云是是反贼的话，这个黄须儿啊，就是曹操的驻军一战儿子啊，曹彰那应该是内奸的可能性极大了啊，内奸的可能性极大了。杀哈，过河拆桥。哎，这啊，收人钱财。他想拆他的乐啊，那也行啊，也行。那我希望这个孙坚能这个孙坚能死掉啊，能死掉。两国结盟，你我都是一家人。五岳邪弩征。这华佗有青囊回血的话，那给孙香送，给这个香香送牌了啊。啊、我这个香香刚刚这个给孙坚拨了两牌啊，那他觉醒了，那这妇女配合，那肯定是有一点配合的啊。这个香香好像还舍不得他的武器啊，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我肯定会放啊，把这麒麟弓扔了啊，毕竟的消极啊。过河拆桥，杀哈啊、你喊啊，那我们有灌石斧啊，砸死你啊！那这个孙坚啊，孙猴子死了，那我们长了一点体力上限啊，我们现在为这个无体力上限啊，那跟主公一样啊，一二三四五，卖，伤了我，伤了我，这个被九杀的话就伤了啊，就伤了。这老头子应该保不住了，我们就不救他了。那肯定是保不住的，这个桃子，法真这个桃子出的有点臭了啊，有点臭了。伤了我。想全身而退。那我们，那不让曹操收人头，那希望香香不要有距离啊，不要有距离。来，这个我们不怕啊，我们不怕。来，中中一，那就这样过吧，就这样过吧。报之以礼，还之以桃。没杀。那其实先打这个曹彰也行啊，先打香香也行。那华佗你做不了太多贡献的话，就把这个法阵养活啊，能把这个法阵养活也是一件
好事情啊，也是一件好事情。伤了我，那华佗应该有一个急救啊，他的怜悯可以救一下。他来八卦判红，好，还真判红。那这个决斗我们可以去砸下香香啊，那希望法正来起一张火杀啊，来起一张杀就行了啊。那香香肯定死了啊，肯定死了。破剑之手，忠心士卒。那我们又长了一点体力啊，又长了一点体力上线。我定当身先士卒。这华佗不给这个法正补啊，那我敢说他手里都是红的啊。这太伤去了啊，这一个南蛮收了我们两个队友。忠心士卒。那我们应该觉醒了，我们应该觉醒了。司马氏篡权，来，司马氏篡权。那这个兵过不过都已无所谓了啊，我们觉醒能摸这么多牌啊。梦中杀人护驾，这我们把这个曹彰突了吧，进入这个反骨，那肯定要把这个灌石斧卸了，把这个灌石斧卸了。那我们有连奴，我们续报吧，我们续报吧。那就是他们两个单挑啊，那我们执行四倍数啊。那曹操他认为我们血线这么多啊，他就挂上了高输出锦囊。那我们会怕你这个高输出锦囊吗？我们七滴血啊，怎么可能怕你这个高输出锦囊啊？雷我们三血啊。那这个闪电啊，把我们劈了我们都不怕啊，把我们劈了都不怕。那这个我们就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啊，毕竟我们这个逆境局啊，队友啊都死光了啊，就我们跟主公单挑啊。刚刚这个把这个曹彰啊突突死肯定是个明确的选择啊，如果不突死的话，因为这个有小内在里面捣乱啊，比较这个不好打、啊、就不好打。那这个本期视频啊就比较短，那在结束之前啊，那彩虹就什么话都不说了，什么话都不说了，只说一句话，那就是传说当中的谢谢大家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